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品冠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收录在我的全新专辑《言外之意》里的《不会哭的人》。《不会哭的人》这首歌，也是一首蛮能够宣泄的一首歌哦，就是，其实越不会哭的人，也许他的内心里面是越想要哭的，因为，可能在众人面前，他就是习惯了隐忍，习惯了压抑，习惯了收藏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种情感，然后想要宣泄，但是不敢宣泄，或者是想要表达，但是没有办法表达，这样。所以，不会哭的人，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看里面的歌词，里面有很多很多，也许说中你内心的一些话。不会哭的人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你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？没见过我醉到崩溃，打破了门，流着血的拳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冠，欢迎大家到银河网路电台参观我的音乐博物馆。一切生无声。